嗰一戰咧，主要就係、是長征一號同埋天宮一號嘅呢啲火箭已經雲抵香港噶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長征一號火箭咧係發射中國第一個人造衛星嘅呢火箭嚟嘅。咁所以特別具有意義係嘛？所以除咗呢支火箭咧，佢全長咧有29米幾嘅，就好長噶係嘛？佢裝嵌咧就而家雲抵咗。維園之後咧，而家嗰啲技術人咧就喺度裝嵌緊，